即係要慶祝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佢超級忙啦，八神忙啦，個人咁，但係我覺得都要慶祝嘅。咁所以我喺一個月前咧，我已經 book 咗呢間餐廳，因為之前咧食極都食唔到。咁啊，喂，咁啊，唔好再做啊！你就嚟食奧馬卡西嘅。咁咧，我哋就最中意咧就係尋找香港嘅美食啦。咁所以大家有咩美食介紹俾我哋咧，都歡迎你留言話俾我知。我一個咁挑剔嘅人，到底點樣去維持美食咧？真係要經過咁就知。佢咧就好有心思啦，買咗400多元零食俾我。咁我都好有心思嘅，就係、是、買咗呢份禮物去送俾佢。我以為佢做錯事，所以咧買咗咁大袋零食俾我。佢一定係做錯事，同埋我想講，我嚟緊要減肥，你無啦啦就買袋咁嘅零食。是咩事呢？其實首先呢，就是因為即係小弟啦，即係完全已經諗唔到四周年禮物要送啲咩俾你啦。係啦，我真係諗、我真係諗，因為點解諗唔到呢？因為我最頭痛就係永遠都係嗱，佢嘅二月就係佢二月生日啦，跟住再隔多唔知幾多日就情人節啦，好煩啦，跟住再隔多兩個幾多日係都12係啦，再隔多兩個幾月又係周年啦，即係逢親二月至四月咧，我就會好頭痛。但是我從來沒有要求過你，你沒有要求我買些什麼，但我覺得點都一定要有東西送的，所以其實呢，我覺得零食你一定是喜歡啦，而並且我覺得用這個方式送東西給你，又更加可以知道究竟你要加你多少，是不是？嗱，我哋不如分三個程度嘅，你就一掉過嚟，左邊就係好 OK 啦，中間咧就還可以啦，右邊嗰個咧就話你買啲咁嘢俾我噶，嚟啦，第一樣嘢，噔噔噔噔，咻！咁呢個薯片咧係我好中意食嘅，都係最中意食嘅其中一個牌子啦。我覺得呢個紫菜味 OK 啦，係可以接受嘅。好，我哋去呢邊。呢個係 very good 嘅意思，噔噔噔噔。同星點心面啊，幼面咧我係唔中意啊，一定要食粗面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這個呢都是我很喜歡吃的一個提子味還有可樂味的，有沒有買啊？又見到一個就是可樂味咯，又中噔噔噔噔，這些這樣朱古力餅呢就真的是沒東西選我才會選它的，因為朱古力我不喜歡吃啦，咁朱古力嘅餅係 OK 嘅，咁同埋因為佢日本出產咁 OK 咯，所以唔係冇得揀，只係咪揀佢？哇！依個係期間限定版啊！你知唔知點解買呢啲？我想你望你望下點解買呢個？我驚你肚餓，你呢啲拎一包出嚟食少少，補充翻能量，你就可以充滿能量去跳舞。細心細心，我真係只能咁講。嗰啲咩季節限定？我成日都見到呢包嘢噶啦，白咩季節限定啊？一見到呢包蝦條，我就覺得佢黑人憎，同佢個樣子一樣。點解呢？因為我最憎就係食原味嘅嘢啊！點解會買呢、這個？首先咧，就係因為佢好中意呢啲咁嘅一辣嘅包裝嘅。點解啊？係因為咧，因為咧，我又好想食啦。咁但係我有但我唔食蝦條嘅，係啦。講多次咩啊？哇！呢、這個好難食噶。巨峰果汁喎、啊，美國糖。巨峰喎、啊。美國糖咁咪點啊？你喜歡吃美國糖的嘛，你記得了，你不記得了你喜歡吃，不是這個也好吃的、OK 去龍口拉麵杯麵，我現在立刻想吃，是的，他一定喜歡吃，我告訴你這包東西真的不是那麼喜歡，但如果沒得選之下其實我也會吃咯，這樣這個也 OK 的，它沒有可樂味，因為檸檬味多數都會似嗰啲酸酸地嘛，你可以增加。唔係啊，唔係酸酸地啊。唔係中意食啲酸嘢啊嘛。我係中意食酸嘢，但係檸檬味係似嗰啲洗廁所嗰啲水味啊，即係嗰啲化學味。好得啦，左邊叮叮。好，我哋俾大家睇咩嘅先。Check。總之一個梅嘅糖啦，第二隻味嘅梅嘅糖，好味，好味，好味。OK 嘅。計一計個數先，一抽完廿嗰樣嘢咧，其實我只需要計啲唔食嘅嘢就得啦。一樣啦，兩樣啦，或三樣啦，呢、四樣啦，呢、五樣啦，同埋每都有多兩包啦，六七啦，有七樣嘢，75%我嘅命中率。好，唔係等陣先，即係我
觀眾朋友唔好講到好似好孤寒咁。首先呢餐飯咧就係我俾錢啦，第二樣嘢其實咧隻戒指我已經漲錢佢先啦，生日禮物送。生日禮物就送啦，即係點啊？並且係即係明啦，即係首飾嘅嘢都，你鐵小弟其實都好窮嘅。所以咧，點解我會即係想買呢一隻咧？就係、是、發現我哋從來都冇一啲情侶嘢，因為佢係不懂浪漫嘅人，係從來都冇買過情侶嘢戴咯。即係你拍得拖，其實你都會有啲情侶手握啊、剩啊呢啲咁嘅嘢，從來都冇過。咁咧，我特登咧係揀咗粗嗰只嘅，因為有嗰只我覺得女仔戴會有啲粗啦，即係咁樣。呢個其實金剛箍嚟，即係代表佢要住我。係咯，我從來做呢啲嘢㗎。佢當我孫悟空戴金剛箍，但係勁大個，好大隻。同埋咧，我本身唔係諗住買呢啲嘢，即係諗住走買條頸鏈啊嗰啲，因為佢成日都話要啲首飾啦。咁但係我覺得頸鏈，男仔嘅頸鏈其實唔係特別靚啦，咁所以冇嘥咁多錢買呢咁嘅嘢啦。咁戒指其實你可以出數都戴到萬，係你話23啊嘛？呢只23。嗰個第二啲位置就啱啱好，啱手指就唔係好啱，手指公都唔啱，可以換啊嘛。咁我哋就一人一隻，得嘅。我以後咧出數咧就可以有戒指啦，因為佢成日都話呢啲好紅，咁我就覺得都值得買嘅一隻，就係我哋嘅錢財係咪叫？睇下啲啦，我又唔記得大麥收聲添，一陣陣啱聲。廢話少講，正常少講。我知道咁難講，真係值得。你一個月先去講點解？睇唔埋佢嗰個執先係啱。佢唔會太濃味，冚咗個魚。即係平時嗰啲汁咧，即係新鮮嘅嘢，多數都係用啲汁去即係走咗嗰種。住下劇都幾好散。可以加啲啦，如果唔係就應該食得多。哇！完全冇得。4:04，我啲全家最中意食呢啲。希望 Anson 收到音，祝你好運。遇到好嘅嘢食咧，就一定係要咁樣跳舞。開心嘅跳舞啊！我想問咧，你頭先嗰個咩海膽有冇影？太開心嘅啦！上網揾翻張圖，嗰陣時間而家諗食嘢，我點會諗影相？拉屎一個，有衝冇衝，走衝，走衝，走衝。即刻推介。點解我咁中意食阿馬卡斯？因為咧，其實你想食啲乜嘢，或者唔想食啲乜嘢，就可以直接同師傅講。四年啦，有冇感想？我哋今日最後一個環節啦。就好咯，四年冇乜特別感想。冇啊！人哋聽到呢啲嘢好冧，你聽到？有啲 sweet 喎，你問下人哋，有邊個覺得 sweet？ 下面有20,000個留言，一定冇。你有冇嚟緊咩新發展啊？俾兩秒宣傳熱你啊！我同 Jeremy 都開 channel 啦，咁就幾多鍾意睇啦。好玩嘅，希望可以同你拗少啲，嗌少啲交。你激少啲我咪嗌。少啲道理講，你唔好成日發咁多好嘢。
發少啲，你又抽氣，成日喺度發脾氣。你又發脾氣？你又發脾氣啊！你真係發脾氣。你識咩啊？拜拜。